光之天使信息。关于处理现在涌入的强烈五 D 能量。传导威迪亚。翻译 Google。星号前沿。如果你们注意到最近流经您的能量强度更大，你也许会意识到你的提升过程正在频率上增加。你可能会觉得你已经换了档，或者就像你突然发现自己在一条新的移动人行道上，这条人行道比你以前走的那条人行道要快得多。也许由于旧的未解决的问题正在重新浮出水面，您感到不舒服的情绪异常压力，或者你正在经历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你的外部世界发生了太多需要注意的事情。你可能会感到没有很好的扎根和锚定，沮丧，或者头脑模糊和焦虑。所有这些经历都是升天 Ascension 能量增加的迹象。巨大的变化正在发生，因为你的多维五 D 自我越来越多的试图将自己固定在你的身体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能量正在为你准备处理你周围目前正在进行的 3D 第三维度世界的进一步崩溃。但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他们也在引导你做在你的灵性进化的这一点上必要的事情。他们告诉你需要注意什么，以便让你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星号未解析的模式。这些增强的能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清理行动的一部分，这个行动现在正在你的内心进行，迫切需要拆除旧的不健康的模式。这些模式可能包括你从未完全清理过的混乱情况，你塞满的痛苦情绪，你从未治愈的创伤，或者你留在其中的不健康的关系。他们现在都浮出水面，以便得到处理，然后被释放。如果你正在经历任何这些，要小心，不要陷入羞耻、内疚或绝望。重要的是要记住，它没有发生，因为你出了什么问题，或者你做错了什么。原因是你现在的频率上升得非常快，你不能带着这些未解决的模式。请记住，这些未解决的问题不是您的一部分。它们只是你纠缠在一起的模式，而生活在受控的 3D 现实中，你可能已经陷入了数千年。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激烈和创伤性的旅程，你已经经历了这个密集和具有挑战性的现实。因此，要对自己充满同情心和理解。尽你所能简单地看到他们是什么的模式，并尽你所能来释放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认真对待您的康复。但是，请注意，尝试尽快治愈，现在出现的任何问题非常重要。由于他们引起的情绪不适，你可能会想以某种方式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或者把情绪再次塞进你的潜意识中。或者，也许你会觉得用食物、酒精、毒品或性来舒缓自己。如果是这样，你可能会发现这些避免不舒服的模式的尝试是徒劳的。你越是试图避免解决问题，他们就越有可能变得更加痛苦和强大。如果可以的话，现在就鼓起勇气面对他们是明智的，并尽最大努力解决他们。特别是愿意放下你不健康的成瘾和你仍然坚持的关系，尽你最大的努力去相信正在发生的过程。要知道，一旦你放下了这些你所执着的东西，一个没有他们的新的、更美好的生活确实在等着你。现在让他们走，最终会为你节省很多悲伤。事实上，你可能会发现，在这一点上解决任何不健康的模式。
实际上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困难或恐惧。你会发现，导致模式出现的五D能量也使得解决和释放它们变得越来越容易。在选择诚实地面对你的低频模式时，一种解脱的感觉可以流入，同时还有一种新的清晰、平静和完成感。星号释放模式。但是，释放这些不健康模式的最佳方法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在如何采取生活中的模式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是我们这一生中创造的东西，通常是由于童年时期的挑战性环境。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可能是我们带来的过去的业力模式。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可能实际上是我们为了释放它而采取的一种模式，以便为我们的许多祖先释放它。因此，很难准确地想出如何处理您可能面临的模式。这些模式感觉太具有挑战性，而无法简单地放手。这些模式通常涉及最初由某种创伤引起的情绪，它们还包含对现实世界和你自己的错误信念，而且它们经常被旧的不健康的身份所束缚。你可能仍然坚持着这些身份，但也许您可以遵循一些准则指导方针。例如，如果你意识到这种模式是你已经真正深入研究过的模式，并且你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所有涉及的情绪，并且对自己充满同情心，那么它可能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过程。你可能会意识到，即将出现的只是旧的遗留碎片，只需要一劳永逸地完全释放出来。如果是这样，请不要深入研究该模式，并重新开始分析它。相反，只需最后一次充分感受情绪，不要对他们进行任何判断或抵抗，并让他们离开。但是，某些模式实际上可能看起来是全新的，他们被埋得很深，你以前从未意识到过他们，或者你只是以某种方式忘记了关于他们的一切。如果是这种情况，重要的是要花时间专注于向你揭示的任何事情，可能涉及非常痛苦的情绪，并可能产生极大的恐惧。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即将发生的事情，并尽你所能来治愈它。再一次，如果你在第一次意识到这些模式时就关注你的康复，你会发现释放过程会更快、更容易。这是一个充分体验所涉及的情绪，对自己有同情心，做任何需要在外部完成的事情，然后让它全部释放出来。记住，你的精灵和你的高我将在这个过程中说明你。他们现在与你同在，随时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说明你。但是，如果您需要来自外部来源的有关此工作的说明，请找到他。不要感到虚弱或无力向治疗师寻求这种说明，现在出现的一些创伤性情况确实太具有挑战性，无法单独处理。如果你试图解决的问题涉及祖先的意志，这一点尤其如此。这可能是激烈和压倒性的。星号夺回您的权利。同时，要小心不要把你的权利交给任何外部的帮助来源。在这些时候，重要的是要站在你自己的认知中，相信自己，发现你内心真正拥有的巨大力量和智慧。当然，你可以听取别人的建议，并决定遵循它，但有意识地这样做。检查你的内在指导是否同意你得到的外部指导。注意你的身体对它的反应，特别是你心脏的反应。事实上，
现在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你赋予你生命中任何外部来源的任何力量，无论是对伴侣、父母、孩子、朋友还是精神导师，并有意识地收回它。看看你的生活中是否有人影响了你对自己的感觉、你对自己的看法、你对现实的看法，以及你决定在生活中做什么。看看你脑子里有没有不是你的想法，收回你的思想，心号每时每刻都保持清醒。显然，在升天进程的这一点上，人们正在提出很大的要求。你不仅必须处理现在浮出水面的未解决的模式，你还需要作为一个觉醒的存在进入你的全部力量。此外，你可能意识到，要做到这一切，你需要对自己内在随时发生的事情保持非常清醒。了解您做出的任何决定尤其重要。这些现在非常重要。你需要注意你正在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并考虑它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你现在非常清楚地创造了你的现实。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你是否在有意识地做出选择，因为他们以最好的方式解决了这种情况。如果你只是出于习惯或恐惧而无意识地选择了他们，事实上，你需要完全意识到并承担全部责任，你所做的一切、你说的一切、你所想的一切以及你所感受到的一切。这种意识和责任感是五 D 意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心号重生自己。尽管生活在一个似乎正在慢慢坍塌的世界中，这一切似乎都很困难，但请记住，你正处于这个星球上经历过的最不可思议的升天事件的过程中。无论你是否意识到，旧版本的你正在迅速消失，一个新的版本正在上线，你实际上是在重生你自己。虽然这绝对是一个混乱且经常痛苦的过程，但你会在某个时候经历这个过渡阶段，并感觉完全扎根于你令人难以置信的充满光和爱的多维自我中。你将能够在一个充满美丽、喜乐、爱与和平的世界中体验生活。你将回顾这些时代，知道仅仅通过你对升天过程的持续信任，你就完成了一项巨大的任务，帮助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一切都将是完全值得的。光之天使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